哎呦，有，这是什么车啊？这自强号啊，有，这次有成功了。上次没，这上次推拉式的，对啊，推拉式啊。如果到台北，应该是7点8点了。不会吧？应该很快啊。没有啊，他可能是台东花莲的小站他要走。其实他这样子不很好，因为不然车头太靠这边的话，我这个回不太过来。差不多要停吧？这么慢？不可能啦，他不可能要停啦，他代币吗？